大扁夹扁，然后呢用尖嘴钳的尾端夹着竹鼠的尾端夹一点点哦，然后折90度角形成一个挂钩，一个90度的概念哦，这个是扁流形的，本来是直的啊，压扁折成90度，有看懂吗？有哈，三个都要折哦，压扁，然后再折90度，折一点点就好了，压扁，折这个尾端90度折上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钩子做出来之后。